不要紧。没问题。就这样。时间快到了。有什么新鲜事吗？算上我。别担心。好点了吗？我爱你。我是他的影迷。这是你的吗？这很好。你肯定吗？非做不可吗？他和我同岁。给你。没有人知道。别紧张。太遗憾了。还要别的吗？一定要小心。帮个忙好吗？别客气。我在结识。